用一些 APP 的功能的话，我们这时候就先进来先这样手机，然后打开我们的 Motor Control 的功能，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功能表，然后下来有一个 Smart Hub， 进去开启 Smart Hub，开启之后呢，右边呢就是我们已经下载用过最近用的，然后左边的话是可能它推荐的，然后我们先来试试看我们 KBox 的功能，等一下哦，等我们开启我们的 KBox。 好，这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如果家里没有扬声器的话，其实可以听 KBox 你就会觉得好像过瘾够大声，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在电视里面下载 KBox，然后上载我们手机里的歌单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电视可以直接从云端接收到歌单，然后就可以播放，然后可以看一下，这样就可以获得很非常好的影音享受，非常大的画面，然后很好的音质。